大家好，我是二蛋。晚上推大潮，今天没有去沙滩那边，今天来的是码头这边，先去整点嘎了还有螺之类的。哎呀，走。货，这些货，嘎了，别名蛤蜊，有白嘎、铁嘎、花嘎、文嘎，各种嘎之分。它在南方，嘎了又称海白和海红，不过海白跟海红是我们这边叫螃蟹的，真是地域特征不一样。当我跳起那快乐的小绵羊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哎呀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的海鸥了，成了。哎呀，这就多一会儿啊，这小货，这一下来就上货呀。刚才跑一会儿感觉不冷，所以没戴手套，但是一脱吧又冷，时不时得摘一下然后戴一下。你看，大石卵真刺激啊。哇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，这个逆天了哟。哎呀，这一窝，哎呀，哇，哎，真是，哎，发财呀。石螺都太会藏了，这拉的还哭出来呢。这几个就一把握不住呢。哎呀，三个小可爱在等着我。哎呀，三个小可爱，大冬天的我逮你们容易吗？哎呀，这底下还有吗？这底下还有，那这缝里我实在是不想让自己的手湿了。哎，看错了吗？哎，看错了嘞，不是嘞。看这边，这是吗？呀，又一个，看。哎呀，真好啊！这还有一个，哎呀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的。嘿嘿嘿，今晚可以。小老弟，你这伪装技术足可以以假乱真，但是你长得实在是太大了。哎呀，这缝里边这个不好拿。
还跑哪来着？这钓鱼钩还在这儿，非得拿出它来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好，出来了。底下是一窝，大石螺咱不能放过。跟捡不完似的呢，哎呀，看这个，哇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哎，下来，下来，夏天要是不退潮的话，来这潜水也行，钓了一个刚才，你看这爬的到处都是，我手都抓不过来了。这还藏了一个，不仔细找啊，你根本就看不清楚。太多了，这也。哎呀，行啊，今天赶海收获也可以哈。哎呀，赶紧回家了，不早了，不早了，11、12点了。嗯，这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